他们会讲什么？有听过那种很奇怪的话？有啊，就有时候小孩子就突然间那边，妈妈 ，this is clown 有。真的我不懂会不会这样问，妈妈 ，is she a clown？ 然后他就讲 ，Oh my god， 拼黑拼黑。然后有时候小孩子就想要啊，然后他就跟他爸妈讲，然后有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因为他们就跟他爸妈谈嘛，然后我就听到整个 conversation， 然后他爸妈讲，哦、，you cannot have， you know， this kind of is like so difficult for them。然后我就讲，这个是 bad influence。Hello， 你好，那这一集的人物吧呢，是由 Johnson Protein 为你呈现，我是 One FM 的 Nikurachi。你好，我是 Chapters 的苏毅苏，日本名嘛，对对对对，我只有 check 过的 ，Nicholas 的日本名叫 Nikurachi， 你不是苏毅苏，你是 Suki Maya。为什么叫做热门名呢？现在？对，因为今天的这个嘉宾很厉害哦，他讲他 mix 的吧。日本 mix India mix Pakistan mix Arab Chinese mix English mix European American， 哇、wow, ，我真的是 exotic， 真的 exotic。介绍一下自己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rmaine。所以影响你呢？这样子？小时候是，我觉得是日本的 style 影响我的。其实，为什么 Japan 的？为什么日本的？为什么啊？我不知道，我就自己突然间就喜欢。所以日本谁会 influence 你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artist 啊之类这样的？没有哎，就我觉得是，我就以前小时候就很喜欢 fashion， 然后我就自己就看 magazine 啊，然后看 Google search or whatever， 然后我就讲，我喜欢这个 style。第一次染头发是染什么颜色的？粉红色。粉红色、哦、对，粉红色。哇哦，为什么会是粉红色？是 pink 那种粉红色吗？这种吗？就是那个歌手 pink 啊，更亮嘛，那种 magenta pink。就是比较深一点的嘛。更亮啊，更亮，对。比这个更亮吗？这个其实这个也不是 pink 哎，我觉得这个是有点 purple pink 这样。哦，那个是 pink 啦。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喜欢 pink color 啊。所以你整身都 pink 哦？对，我整头都是 pink。哇哦，我也是蛮吓到的啊。你那时身边的人有讲什么吗？啊、oh, ，You are so cool。我觉得他们都是吓到，但是他们自己也知道我是这种人。我喜欢穿比较 weird 的，然后比较特别的东西。Outstanding 一点。啊 ，outstanding 一点，然后他们就 like 啊，你染头发，然后他们就给我这个眼神 like。OK，Yeah，don't know whether to accept or not to accept，but they're like OK。那你的父母呢？他们不会怎样吗？看到这样？我爸爸 OK， 我爸爸蛮 supportive 的。OK。然后我妈妈就是，她就讲，你染到这样子，要 bleach 这么多次，你不怕你头发烂吗？她就这样子啊。但是我就不管啦。你染过这么多次，这次是比较夸张的吗？还有更夸张的吗？有啊，像是这样，有一般紫色，一般粉红色。第一次上 pink color 之后，有 black color 过吗？有 normal hair color 过吗？没有，他应该不能打汗了。哇，你头发完全坏完了的罗，这样对不对？叫做没有啦，你要动一动了，还 OK 啦。大概是几个月染一次的？两个月，两三个月就要染一次了。对，染头发我们刚才有讲了，其实有时会觉得它挺伤头发的。你有没有特别做一些怎样的护发呢 ？How to take care your hair？ 没有，只是。我洗头的话只是一天，两天一次，三天一次，然后 shampoo and conditioner， that's all。可能他发质很好吧，对不对？对。对，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发质都不一样，那有机会的话可以好好的去照顾一下自己的头发。真的是很重要，不然的话那种头皮啊、头晕那种都是要好好照顾。羡慕死了、jealous envy 的人，真的。而且我发现他这样子染哦。不是说很 awkward 的嘞，就是很舒服。他自己喜欢呢、啊，他接受得了。最重要就自己能够接受到自己，别人怎么讲的话都不要管他，对不对？除了头发之外，你可能穿着上也是会很 crazy， 还过去很 wild 的嘛、有时候啊，我就很喜欢 experiment， 然后 mix and match。对 ，mix and match。你每次这样子走在路上哦，会不会有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啊？还是有啊，有人看我啊，但是我就没有发觉到。What is your fashion definition? 就是自己穿的舒服还是什么之类的。Fashion is unique. 就是很特别的东西，对，很独一无二的东西，对。Fashion 是 personality， 也是。This is fashion. 对啊。This is own personality. 这个也是 fashion， 这个也是 fashion。只要自己开心就好。对，自己开心，自己舒服就好。